机象台铁张孝全打机机车长，比较想低调。哇，好强壮的手臂哦，肌肉快把衬衫挤爆了耶！这侧脸好像我的孝全哎。你今天是复兴号的车长？对，大陆车的副车长。哎呦，搞错了啦，他是铁路版的张孝全，网友现在疯狂转载的小鲜肉列车长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那我开始干嘛？姐姐，来，车长，好大。来，三二。那到今天你脸书这样多了多少？三四百人，一千之内这样。啊，你都把家了？没有，关掉脸书了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太想。可以再做一下那个二头肌，挤一下，挤一下你的二头肌。哇，这强大的二头肌真的跟张孝全的很像。为了造福火车上的姐妹，列车长拜托你，下班后肌肉要继续练。苹果募集100位爆料公民，每月独家爆料2则以上照片或影片，如采用当月就发20000元奖金。爆料拿奖一举数得，照片1000，影片2000元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。全民监督社会，从爆料做起。爆料请打电话或用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